抢先看。吓到大家，记者会上三缺一的五六则是打扮成帅气的游戏角色出席记者会现场，只是装上马尾的鞋子跟染成白发的梦者都还算帅气有型，但少伟怎么会变成是性感勒？刚好这一次的这个 cosplay 的衣服又设计刚好那个肚子会有这个若隐若现的感觉，那就还觉得还蛮奇怪，怎么会男生有性感的这个造型出现，自己觉得还蛮不习惯的。习惯没听错吧？少伟今天露出小肚肚，的确让小记者害羞不已。但娇滴滴的性感模样，你应该早就驾轻就熟啦，不然广告中女鬼的模样怎么会如此沉鱼落雁、倾国倾城呢？完全认真倾城的新采访报道。